他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现在更加是一名大学生。他一直都相信外表的美丽是源自于内心的坚强。叫到胜不骄，败不馁。另一方面，他希望可以透过隐形的翅膀这套由他主演的励志电影，将这股自强不息的信念发放开去，鼓励更加多的人勇敢地面对生命之中各种的挫折和磨难。我觉得这可以，就是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来说都很宝贵。就不要轻易的对自己说不可能，永远不知道生命有什么底线，永远不知道可能身体有怎样的残疾套，永远相信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就是自身很艰难，但是一样活得很棒的，一样活得很精彩的这些人。早前，庆瑶就被邀请来到澳门出席由教青局举办的《隐形的翅膀》电影同埋主角现场分享会。我希望庆瑶来到澳门能够留下一些东西，就是不仅是电影带给大家，而且希望庆瑶的这个故事能够去对大家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会起到很多积极的一些影响。我知道我一直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绝望，好唔好听啊，各位？咁当然唔系指我啦，我指我身边嘅瑶瑶啦。所谓身残志不残，童年时候的不幸并没有打击到庆瑶的自信。我们平日用一对手做到的事情，他用双脚也都一一做到。他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现在更加是一名大学生。他一直都相信外表的美丽是源自于内心的坚强。其实当没有双手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用双手平时做的这些事情哈，突然没有双手用其他一样身体上的另外一个部位去代替的话，所有都是从零开始，就是每一件事情都那么难。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做成第一件事情的时候，对你的这种触动会很大的，你会觉得啊，我原来可以做成事情。当你告诉自己可以的时候，一切这个一切的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好像都是顺其自然，就是情理当中的。曲折的人生令到庆瑶学识以一颗平静而且坦然的心面对成败得失，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另一方面，他希望可以透过《隐形的翅膀》这套由他主演的励志电影，将这股自强不息的信念发放开去，鼓励更加多的人勇敢地面对生命之中各种的挫折和磨难。我觉得这可以，就是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来说都很宝贵，就像我可能有过一次这么大的灾难，差一点失去的生命，所以我更加能体会得到每一个人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种幸福。努力的去爱身边你爱的人和这些爱你的人，然后努力去享受生命带给你所有的美好。我知道我一直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绝望，好唔好听啊，各位？咁当然唔系指我啦，我指我身边嘅瑶瑶啦。所谓身残志不残，童年时候嘅不幸并冇打击到庆瑶嘅自信。我哋平日用一对手做到嘅事情，佢用双脚亦都一一做到。佢系一位出色嘅运动员，而家更加系一名大学生。佢一直都相信外表的美丽是源自于内心的坚强。